就感谢，就感谢主。恁看到今日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“连接最新事的主”，来将你还是听到我们讲的。你听得平安？平安。咱这段时间，咱常常向上帝来祈祷，求伊的圣神安慰伫即届地震、受灾害、受着惊的百姓，咱嘛真欢喜、真感恩，咱当伫今仔日主日来甲圣殿，含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敬拜而乐主。咱刚才咱伫差不多两三礼拜的进程。咱家己替咱起着一个记录，什么记录？就是咱个台湾伫华人的世界产生第一位的女性的总统蔡英文吼，伊得着真悬的票，咧将近690万，啊，伫立委的席次中间吼，超过半数，所以咱讲是即个党第一届正式吼得着完全的支持。啊！伊只只只只真欢喜，真欢喜啊！对伊有种种的期待，啊，搁甚至远见杂志最近嘛有报道希望新的总统来当啊，也当哦，台湾和中国对话，台湾会当开放，甚至咱的台湾的文化会当提高提升。啊，咱经过这段过去真混乱，可是有特殊的日子哦。啊，伫这个中间，咱的总统的选举，啊，搁有立委的选举，是一个真和平的状态完成。啊，互迄个世界，伫迄个世界各国的媒体来咱台湾采访，安尼看的时阵，拢感觉嘛。拢感觉讲哇，真无乐，因为咱已经第三个政党的轮替，互咱台湾真正进入一个民主社会的国家。这是咱共同的记忆，咱台湾人民共同的记忆，也是咱的共同经验。啊，咱会当讲，咱会真欢喜什么货？咱真。除了头先咱讲的，咱爱真欢喜讲，无论是啥物当选，咱爱真欢喜的一点是，咱为咱家己的信用，咱爱为咱家己的信用真欢喜，真欢喜啥物货？真欢喜是我家己的信用是耶稣，佮含历史土地有连接。这样讲讲，因为有个人伊的信用有耶稣。总是安怎？总是伊无一定和这个土地、和这个历史有连结。有个人安怎？有个人伊可能对这个对台湾这个历史真有情感。总是伊的内底是无十二个信用的哦。这安怎？这是会狂飘逸的哦，狂飘逸安尼。所以咱会当讲，真侪台湾的叫这个狂飘逸吼。定好哦，所以咱当讲，真侪上帝的子民，也是咱台湾咱真侪公民的一个分主。咱当讲来说，咱祈祷，咱的领袖会当带领咱咯，带领咱行出一条路，行出一条咱家己的路，就是安怎？就是虽然是小国，虽然这个国是细细的啊。总是咱有大国公民的气质，有大国公民的风范伫内底，搁有安怎？搁有后，搁有为着后一代子孙，有一个理想，有永远发展的思想来改变咱的环境。啊，讲到遮尔，甲讲啊，团长啊，你讲拢遮今仔，含咱今仔日今十所读的是什么关系？有一点啊远的感觉，头先咱所读的经节，其实含咱即马的现象，有咱即马站起的所在，有一点点啊类似哦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当时
以色列国家因的领袖腐败，所以因的百姓堕落。哦，恁就才有法好啊，挖靠上帝。甚至用别个方式去敬拜，搁安怎？搁走去埃及，和埃及结拜做兄弟，定迄无路用的命。所以上帝安怎？上帝就透过迄个巴比伦的国家，互因受炼。所以咱透过每一日伊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就是咧描写新的出埃及记。描写，伊描写讲，伊说咧伫巴比伦做奴隶，伊要过一届会出埃及。亲像伊说人伊阵啊，伊伫埃及进前做奴隶共款，伊过一届会向上帝来呼求，啊，上帝听他，透过先知以赛亚甲伊讲的这段话。啊，咱用现在观点也是新约的观点来看，就是讲，有一个较宽的面，就是，透过基督，再来的是，伊要用和平来统治。虽然讲，百姓伊的人生堕落败坏，总是要受着伊的引带，伊的怜悯，佮伊的保护，伊的信心。要伫伊百姓中间，咱来安尼讲起来，咱是毋是当讲，叫咱人背业有罪，无论你官家的环境，你的性命伫官家的状况，上帝拢要来保护，上帝拢要来引带，因为安怎，伊头我咱所读的这个经文讲，因为伊是安怎。咱是创造的，伊要保护咱。咱会当对头我这个经节，也是对以色列因的历史、因的信仰，佮上帝对因的信心，咱通啊来反省。伫这个上帝的信心和因的历史、因的信仰内底，咱会当反反省怎个？当咱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，你抓住的是甚物？你抓住的是像头先咱所讲的以色列百姓，因去埋怨，去抓住世界的神，世界的上帝，还是甚至讲，我着真感觉真郁卒，讲哇，上帝哪会安尼对待我？埋怨上帝，抓住别个面来过这个日。日子总是安怎？伊伫第七十节有讲啊，讲我是耶和华，我是创造以色列，我是你的君王，我是大佮有困难的创造者。这是咱个对这个经节的第一个反省。同款，咱对这个经节，咱会当来反省啥物？来反省讲，上帝是信实的。但是对因的历史、对因的信用，咱会当看到的是，咱唔好过头去思想上帝伫阮身上的作为是安怎讲？因为咱若伫无小心的时阵，咱就会安怎？咱就会无谨慎，就会伫稳定中满足。伫稳定中满足，想过久看伊的稳定，想过久的时阵。咱有可能就伫即个稳定无小心去坠落伫内底，因为咱会常常去想念，去想讲哇，来做阿公阿嬷伫阮家的作为是甚物货，还是讲伫我身上的作为，伫我爸爸妈妈身上的作为是甚物货？总是这毋是无好，但是若停留伤过久的时阵，信用个。会淡薄仔变质，甚至是安怎，甚至是硬吼。少年感谢以外，咱爱安怎？咱爱伫即个疼，伫主的疼内面连接。总是咱爱安怎？咱爱写家己的故事，家己的经验，伫即个内底。亲像啥物话？亲像迄个保罗，
伊伫大马士革时阵，伊个信主个前后个过程，伊和咱共款，迄阵嘛是读御用，哦，总是安怎？伊伫大马士革经验个时阵，伊得着主个引带，认捌主了后，所以伊伫哥林多后书个时阵，伊讲这段话，就是咱头我所读个，我嘛读即个文章个，讲我对呾以后无照肉体捌人。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，但以后无阁安尼捌伊。啥物意思？无阁用肉体捌基督，因为当迄个时阵，保罗伊伫迄个教会伫迄个信仰的环境内面看的是啥物？看的是我是不是犹太人的正的血统伫我的内底。看的是啥？有了迄种伊嘛，看的是讲，我真欢喜，真得意，我有一寡看到异象的经验。佮啥物话？我真欢喜啥？我真欢喜讲，我有许多身份的标准，因用这来看基督，看人。所以保罗伊伫遮，伊就安尼讲啊。虽然伊有捌即款用速度的身份，伊捌经验过主，伊嘛有犹太人的身份，总是伊无互这掠掉的。伊替家己有无共款的眼光，有无共款的想法，所以伊安怎？伊替主来传福音，佮安怎？佮知影？伊的身份，咱伫5:17的后壁18:10，伊呾无讲出来。但是伫18:10的时阵，新创造伫主内底，正侪新创造的人是爱知影讲，我有一个劝人和好的积分伫我生命内底，所以安尼，伊替伊家己生命有一个挂一个新的目镜，无同款的思想。伊就变成福音的出口。咱会当讲，刘文祥听者，咱会当讲，咱拢知影讲，哇，伫旷野要开道路，伫沙漠要开工路，即即摆想起来是真正真困难，也是真特别的，因为照当时迄个环境，照人的想法。伊安怎？伊这个国家已经彻底灭亡啊！甚至安怎？无通啊，冰心啊，就是安尼做路咧，无法度过有啥物困难，总是上帝予伊伫迄个行无路的所在。这个先知甲伊讲，上帝要开一条路予伊，是予伊有困难的。虽然伊还佫伫受掠的中间，总是。先知就安尼发出安尼的预言，啊，咱嘛感觉讲，上帝实在是真正是趣味的，啊，上帝，伫沙漠开江河，旷野开道路，咱人看起来总是未使进，但是伫上帝的手内面，我咱头讲的，伊是大有困难，啊，佫是创造者，所以伫咱人看起来无法度，总是。第一看起来是会使，咱若感觉讲上帝是趣味，伊安怎趣味？哦，即马伊即个科技农业是真出名的，伫个首都特拉维亚吼，咱即马拢会当看到，不止有道路，有青翠的树木，哦，佮有安怎，佮有真发达的农业，还有农业，有当时拢爱过去遐看因的农业的发展，我想。即卖的情形，和当时受遐的伫巴比伦遐的以色列的犹太人，一定想会到讲，哇！因即卖的子孙，竟然会到伫迄个环境中，变成无同款的经历出来。那会到讲，哦，这是科技的进步，即安尼，总是咱通想，有旷野，有沙漠，拢有。但是要有安尼的结果，伊些的因素，因
办到了，因有安尼个环境出来。所以咱会当搁一摆去想讲，哎、欸，咱有当时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我的环境啊，像咧感觉袂使，是我的环境有一点仔困难，总是你的困难对上帝来讲，不是困难。咱爱去想的是啥？咱爱想的是，哎、欸，伫这个困难中间，我要去憔悴，我要去想的代志是，上帝要我伫我的生命中，各一届会做无共款的代志。啊，伫要伫这做无共款的代志，伫新的年一天一天开始，要做无共款的代志，我是不是爱向上帝先来感谢？这个是日本一个很出名的诗人和画家哦，叫新野富宏。哦，伊安怎？伊想到哪会出名？咱看这个看袂出来哦。伊伫一届伤害意外伤害哦，除了伊的头部啥物伤害了的，咱即马所看的就是伊颔骨的下骹以后拢无法度振动。完全无法度顶当，哦，这对伊来讲是真残忍的代志，哦，因为伊24岁就安尼，佫是体育老师，哦，足想要自杀的，但是这种人你要自杀佮有法度，无法度啊！你要自杀佫得爱人甲帮忙，伊才有法度自杀，所以感觉伊的性命真浪费，哦，真残忍，所以伊伫大病院的时间呢。伊就安怎？伊就常常对遐个护理人员、对边仔人埋怨，也是受气吼。啊，有一天吼，迄护理人员就要甲伊塞去病院去捅日头，啊，就自煞要创治，甲伊创治，吼，就将迄轮椅塞去伊个迄细个石头路吼，空空缺缺啊，吊钢甲伊创治安尼。结果呢，伫即个中行迄细个石头路的时阵，伊拄仔听到真好听的，诶，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吼，伊就问讲这是啥物声？啊，风有哩哩嘛，就真无欢喜吼，甲伊讲，这就是风铃声。哇，伊拄仔晓悟起来，伊开始感恩起来，讲哇，诶，这个看起来无生命的风铃声，拢会当发出遮尔啊水的声音。我阁有性命，我是安怎？无向上帝感恩，无向上帝用安尼个条件去想，我的性命要唱安怎水个歌出来？所以伊就紧叫护士、护理人员吼，甲送过来。啊，以后伊就想到啥物死个时阵，伊就叫护理人员甲记起来。啊，无就叫护理人员吼，摕画笔予伊，啊，伊就安尼。用伊嘴甲画出来，哦，这是伊画的图，哦，真特别。咱无想到讲，咱这相片安尼看袂出来哦。其实伊连性命拢无法度顶动啊，哦，这嘛是伊画。伊就安尼讲，讲问你性命就是安尼，有当时啊空空缺缺的路，但是咱伫这个中间要看出。水的所在，咱唔通用人的眼光去看咱家己的环境、家己的性命。咱来用安怎？咱来用感恩的眼光，用上帝的眼光去看，伊要伫我的心中有啥物作为？毋是用人的眼光去看我家己的环境，看我的性命，所以我无法度得到上帝丰富的应允伫内底。所以你爱去想，咱有阵时啊，咱个生命就是安尼，会去拄着真济困难、真济艰难。有阵时啊，咱去想，根本是行无路，行袂过，总是上帝要开一条稳定的路予你。所以咱常常甲上帝讲，也是甲家己讲，讲主啊，你创造我，你是予我有气力，佮帮助我，我可以，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咱常常安尼甲上帝讲，常常安尼甲上帝阿乐，你创造我，你予我快乐，你是帮助我，我是有福气的人。就安尼，上帝的性命，
上帝就要扩展咱的生命伫咱的内底。伫咱即届选举的中间，咱的当时的总统的候选人定定含一个人来去内，就是即个梅克尔。即个是啥？有诶，大部分诶人拢知影。我来简单的介绍伊。梅克尔，伊是德国的总理。咱会当讲德国的进程是东西两个德国。伊生伫东德，东德。咱会当知影讲东德是一个共产国家。伊出身伫一个真健全的新教的家庭内底，伫伊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嘛会当伫伊的一寡伊的册，看到拢，伊伫伊的过程中间，我头我介绍，伊出身伫新教的家庭内底，所以伊伫伊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信仰定根伫伊的内底。因为咱会当看啥物伊出名，除了含咱个总统个候选人名，许咱个候选人许做类比以外哦，佮有安怎？伊出名是伊伫顶起下古个年，2015年哦，伊接受一挂叙利亚，就是叙利亚出来个难民，因为别个欧洲个领袖惊真惊，总是是第一个先开门个个一个领袖。我想信用基督的信用伫伊青少年诶开始个定根伫伊内底，啊无安怎？我头先讲个，伊毋是西德，伊是东德共产诶国家成长诶。伊无法，伊若无即个信用伫伊诶内底，伊无法度去度过迄种恐怖诶共产国家诶生活，甚至今仔真侪德国的领袖，啊嘛是一个注重人权的总理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期待上帝为我做新的代志，期待上帝伫我心中稳定。总是咱在想的是什么？咱想的是讲，我的上面的性命还无确定的时阵，我是无法度承接。上帝要给我的问题，我记我迄阵读册伫事务所实习的时阵，有一届坐公车的时阵，办公室的大哥伊甲我讲，伫学生的时代，你就是爱想办法把你的杯仔添好大。你下去要甲杯仔完成一个杯仔的时阵，你的杯仔偌济，就注定你得到的是偌济。同款。咱的性命是咱上面的性命，无一定确定的时阵，上帝是予人稳定的。但是你无为上帝来确定的时阵，你心中的稳定是无共款。有当时咱会想讲，我信主真久啊，总是我伫我的软弱者内底，无好即个。上帝会应允上帝的丰富来充满。所以咱想的是，毋是讲，我要怎去确定，我的上帝的性命伫内底。咱今仔是咱围炉团圆的日子哦，表示新的一年搁要到啊。伫这个礼拜对大家兄弟来讲，除了大摒扫买物件以外，就像咧咱伫两礼拜哦，咱伫即个所在，也是伫教会，逐家拢有咧摒扫，期待有无共款的环境。所以性命，上面性命还要确定以外，来个啥物？感谢在咱迄性命无好的所在来摒扫，无好的思想，也是无合上帝。喜欢的思想，有当时啊，不是讲做歹代志，就无下上帝喜欢。你负面的思想，无一定是嘛是上帝无喜欢的，这拢爱拄掉。
亲像咱头我所读的圣经讲讲的，人啊，踮伫基督内底就是新的开始，新的创造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啊，拢要变成新的。这个新创造，伊原文的意思是，佮有包含什么？是一个主动性的。哦，所以咱爱主动性的来去咱无好的习惯，也是无好的思想，所以要扩展进前，拢爱来改变。哦，咱会当讲来讲是，诶，咱已经知影，就连生命的扩展，要合主念经的时阵，上帝诶，就连生命要扩展，咱来要改变，搁爱喏，搁爱主动性，主动性的其实系无好的。不是说哇，踮伫基督内底，上帝就要好，就要甲我改变啦。无，我头先讲的，伊原文的意思嘛有包含的是主动性的。咱爱主动性，不是安尼，换一个信仰，上帝就改变我。无，上帝信实，上帝应允，总是咱也是爱主动性的。主动性的改变，我伫讲内底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咱正做受洗的基督徒的时阵，咱爱对信徒安怎转化变温度，咱爱安怎，咱爱伫旧的思想、旧的眼光内面去跳脱咱的想法，因为咱看，咱一定踮伫基督内底啊，咱踮伫基督内底，咱爱掠搁较济伫基督内底的。信心伫基督内底的思想，去期待上帝伫我的生命内底的作为是甚物？哦，那会当讲伫起步换新的年纪中间，哦，我期待上帝对我有新的作为，新的好事要发生，总是咱。我头讲主动性，咱去回应上帝，回应伊什么话？咱有可能按第一点的回应是啥？回应伊讲哇，我要逐天花时间来灵修，来祈祷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的气力对伊遐来，总是我知影有兄弟姊妹会讲啊，这我早就有啊，我嘛有咧灵修，我有咧做啊。但是咱伫新的一冬、新的一年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当甲家己利用，哦，甲家己搁较侪的操练，讲安怎？我要搁较侪伫上帝的内面，阿弥连接，搁较侪读经，搁较侪灵修伫伊的内底，哦，咱拢知影吼，真无用的人哦，因搁较需要。和上帝常常亲近哦，因为当你要做大个决定的时阵，你要有清楚的头壳，清楚哦对上帝遐来的智慧哦，啊，气力个信心来做决定哦。比如我那边读新堂的时阵，我家里有两个兄弟，我到哦，我拢有一挂查经的研究哦，因都因妈家己分享，因为因伫一挂企业的公司的上班哦。所以，因真正拢爱做真大，因为因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一个市场的变化，一个市场的会走的方向无同款。所以，因拢真正真认真，不只是真认真做因家己的工作，因算是专业经理人哦。因搁较认真伫上帝的话语，帮助因做决定，帮助因。因为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拢会影响后壁几落冬的方向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伫这个咱即马已经有做的灵修祈祷的时阵，咱搁较侪安怎？咱搁较侪来挑战家己。我要期待主为我做新的代志，但是我要挑战搁较侪的时间来。亲吻主，啊，咱嘛知凡事爱感谢，凡事爱感恩，因为感恩感谢会当伫
咱的环境中间，予咱有新的眼光，无同款的想法。哦，咱拢知影这个人吼，是美国真出名的媒体人物，也是主持人欧普拉。哦，啊，伊真有钱，啊，伊嘛捌伫伫美国真有权力的名。啊，咱真歹想象，伫半世纪五十年前，伊的生活是安怎？伊少年的生活，你看，伊是无人。伊少年的生活是散，真散，佮安怎？伫伊青少年的时阵吼，伊捌予伊的家族的人性侵害。纵使伊对家行出这个乌暗的咱会当讲，是伊真努力，伊真打拼，安尼行出来。啊，伊嘛安怎？伊嘛伫美国的迄个《富士比》这个杂志吼，有美国的100大的排行榜有名的人吼，赢过当时的总统是奥巴马，奥巴马佫第一啦，阿比亚的吼。咱会当讲，讲啥？伊真正伊真拍拼，伊是一个基督徒，吼，伊除了努力以外，吼，伊有讲起啥物？伊讲起伊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伊逐天至少拢会写三项去感谢、感恩的代志伫伊的心上。有可能，咱毋是奥普拉，总是咱伫新的一年，咱来安怎？咱会去确实的去记录，确实的去写出上帝今仔日伫我心上有啥物作为，值得我感谢感恩。因为你有一个安尼的眼光、安尼的目镜的时阵，你就会无同款的态度，无同款的眼光去看你的环境。哦，这是真简单的代志，总是咱伫今年咱要确实的安尼做。来个安怎？咱要伫今年安怎？咱要伫今年嘛是安怎？和大家同款来做礼拜。你讲说真简单，无毋对。但是我搁要伫这个中间安怎？我搁要伫这个中间带领一个人来信主。啊，连我团哥，这毋是中卫101倍加运动吗？哦，听起来哪像个事哦？总是我要甲你讲的，有一点仔无共款的是，当你真正带人，哦，要叫你带真侪人，好好啊，伫新的一年带一个朋友，真正的和伊建立关系，真正的和伊有亲密、有实际的交流的时阵，带伊来认捌主，哦，因为安怎？伫带人认捌主的过程的中间，你才有法度去了解上帝的疼是安怎。因为伫带人的过程中间，你会去拄着起起落落，一点是等下无爱来，等下安怎？你就会当去搁较深的去体会讲，原来上帝对咱的疼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永远的信息，永远的应允。永远永远的听，安尼咱上人生呢会不断的扩展伫这个中间。啊，有可能你嘛会讲讲安怎？讲我传个，我可能无好的条件，哦，无好的环境，是要安怎来传福音？总是当你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智慧、上帝恩典要为你扩展，而且佫安怎？有当时啊，伫你无好的环境、无好的条件为主传福音的时阵，人会静静啊看，静静啊观察，你的上帝和人有啥物无共款的作为？想到你的上帝，那也是安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当想讲哦，等我安怎，我才来传福音？无，有一些传福音唔免讲伤过侪话，你念念啊。发出你的行动的时阵，人就会知影，人就会看到。就像咧以赛亚书的
头摆咱所读的二十一章的共款，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为着要宣扬伊的好的美德。嘛，像咱哥林多前书讲的，上帝把一个放人好好的积分在咱的内底。咱伫这个中间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就要经历安怎？因为上帝的疼是遮尔大。因是像咱想的讲，我爱变成什么款的人的时阵，我带人才有力，我引带人才有法度。无，伫上帝国的恶弊的所在，毋是伫安尼。等咱安尼向上帝、向主来连接的时阵，咱的新的生命就要开始，新的代志嘛要发生。这两个是交互循环的哦。新的生命开始，新的代志要发生，新的代志发生，新的生命嘛要不断的改变、塑造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我的阿爸爸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我用充满盼望来迎接你要给我新的一年，求你给我用谨慎、性格合你心意的态度，用欢喜的心迎接新的一天。主，我也要用感恩的心，感谢你对我这一天的恩典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稳定满满在我今年的心中，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主，我也求你赐我有盼望你再再来的心，让我每人在不同款的处境，总是我靠无你的引带，靠无你信心的鼓励在我的里面，让我每人在不同款的问题也无失去盼望。主，我也要讲，在新的一年，我要确实，我要确确实实的和你连接。虽然真侪道理我知，总是我伫新的一天，我要确实和你连接，我要经历你满满、稳定满满的力量，伫我的心中。主，我嘛求你帮助我伫新的一年，我要搁较建立信用的信息。和合一的家庭、教会，真侪你欢喜、通用的器具，伫人、伫适当的环境，真侪你福音的出口。主，求你的快乐、你的稳定充满阮达人。这是阮迎接新的一年开始甲落尾的心意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，阿门。愿上帝话开力，有顶满满祝福伫咱大家人的心中。咱今日做伙来念圣诗580首，圣诗580首，发心大欢喜，我会随着灵诗，感谢主上帝大恩你。在日时而乐，在日时我感谢，安尼。